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下次一定每天练10小时哦，这次每天8小时看来是不够，下次练十小时。我觉得还没有玩到今天呈现出来这种强度。我在想会不会要让那个樱木不要去对方去比较好。哦，那谁去绑呢？2小时的、啊，然后樱木再去跑外面那一个。对，因为他是藤真，来得及吗？所以来，我觉得因为藤真，所以可能来得及。分鱼柱。但我不是100%确定啊、嗯。但我觉得现在这样走也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是，所以我觉得龙弟应该是守得住。福田，福田看起来是放不了，没有一队敢放。我觉得这手 ban 的鱼柱，然后自己拿藤真套路还蛮正确的。哦，那这里要看一下排球少年，如果你要拿这个局数不追求资料，你一开始要保的阵容是谁呢？而小智他们很会守那个那个、欸、那个什么吉须木神医。哇，不要，不妙啊，会群掉。他这个赤木拿，等下再编花型，右边很裂啊。能搞这个樱木的关键点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可能要防的东西就太多了。因为不然如果是先到本川是不是不会玩老木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那你是可以继续选的，跟刚就。但是本川的三井很顶，然后就继续玩三井。那如果是因为这个鱼柱的关系才有办法去扛这的话，那这边好像就你走这边就是对的。没有办法确定他们这边的思维。老鱼是可以啦，老鱼是可以，但是。搞不好他们直接背鱼柱给他花型的不一定。哦，他防的居然是流川藤。之前是什么？没选角很有意思哦。最早拿出来的时候，没错，跟那个流川藤还讲的是弱防硬。你这样都要先到哦？你都忘记了，照样拿。傻小啊！哎，到。可是赤木刚刚球知道能接他的球去做动作吗？因为我记得是有距离限制的。可以接，但只能接一段。这样子玩哦。什么都先到，傻小啊！有藤真就什么都可以，就对了。对方要拿的红是什么？先到痴狂哎、欸！标准，我要把篮板最大化的单顶头体系给军力，硬是要把姿势再推走，继续是让这个龙地去超刀，一超刀就死掉了。因为毕竟是，看这刀玩先到，最强巨人位。对，没错，而且也是继续来看能不能霸凌姿势成功，因为姿势后面是有黑回来的。虽然刚刚没有太仔细的去看说他到底就还在盘这个赛事内容，来看一下他刚刚是拿了多少板啊，篮板数啊，其实是一定有达到那个最好的底标了，对，一定有，一定有。看这一把会是柠檬还是啊？差点变 Miko。哎，他从这个底角打、欸，真的不会被撞吗？我、哦、这个怕被撞直接拔了。哇，这个板已经到对方手上了，本来就没办法完全自拔，所以他第一个篮板已经拿了。哎呦，好撞！有挡到，他第二球没进。哦，开始一推一抢了。他的高板范围。哇，小智能不能躲到这个撞？还是非常厉害啊！开始被这个俊离恶心了。已经超标了。好像不行嘞、欸，好像不行嘞、欸，这把好像不行嘞、欸。我觉得这把好像打不了嘞、欸。不对哦，好像不能接哦。是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阵容不行。开始被防到了。这阵容感觉要炸的。挡拆好挡，龙弟。哦。这个铁头太伤了，这个不需要铁头的。有点痛苦啊，赤木接不了，他这样要被撞停的呀。哇！大手一挥，工具鱼。还是因为他们现在潜在带的有不太一样。真假？那球冒得到、哦。我操！那球是谁啊？哦，这个棒棒全部追到了，柠檬。怎么没人玩猴子？底子不行。哪有你强？干你的猴王哎、欸！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那样扣，比赛直接开练呢、欸。好不行哎、欸！干先到配赤木感觉就没那么强了，配鱼柱还是比较强。哎、欸，这个人都打脏的、欸。哇！好像是什么昙花一现哦、喔。他只要有工程就能打。哎呦！现在就他有点像。哎呦，张月友。可当时是因为你们没有苍蝇的对抗吧？不是不是，他已经是选那个赤木。你说他有大攻大攻100%吗？
俊尼金的状态也是很满吗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这个大招姿势，哎呦，接住了，看到一只。哎，不对，不是俊尼，姿势。哎，他一直被推，小姿被推烂了、啊。被巨地推烂了、啊。小姿，这就是业力引爆啊，小姿啊，柠檬。刚刚怎么对别人的，现在别人就怎么对你啊，小姿。现世报啊！哦，小智这一把痛苦咯。欸，可是6比6欸，其实有在追。姿势！干，小智这么猛哦，已经有实力差距了。刚刚 1.2 点都尝试过了，直接来一个最快一。有，龙帝还是能够反应的。龙帝也发挥了吗？欸！回进，篮板。姿势！哇，干！在里面一直顶，还晃到，哇！中锋的博弈哦，被晃到了，博弈好紧张。哇，姿势鬼绕，哇，姿势这球最鬼绕，但是姿势这两个板都打好猛，没有成功啊，晃倒那边，哇，假装有补，柠檬，他还是会怕，传到另外一边，对他还是怕，也是空位了，没错没错。哇靠，不太会是三分，因为那个距离好像也不到，其实没有时间想那么多。大学吗？还有大学吗？啊！干，姿势整个人冲出来怎样？好，没进八九。Oh my god！ 这一个八比八，好激烈。有大学吗？你不？哈哈。刚才那球真的有点屌哎、欸！哇，林某还在操作啊！进了。真的没有人可以再帮你补了，转进去骗了一下，不急着出手哦。哎呦，抓到你的快的，好像不行哎、欸。他至少球权是在对方手上，相信机制。哇，哪里举什么？这个人生不见。哇靠！哦，这是，捡到了，他应该是。太离谱了吧！还在节奏内，当然三十秒时间。哇操！顶超马上来！哎，直接转进去，空位，瞬间。我以为龙本川要拉三分诶。非常快，龙本川一气呵成。还有吗？姿势。而且手上开光了。你来来看你怎么表现。啊！哇，你没想到我这都是会打你这的，川哥。川哥。对。怎么掉链啊，川哥？姿势，哎呀！年底都开始调整站位了。十四比十四，好紧。哎呦！会怎么打？会怎么打？啊！姿势脑冲啊！开得很快。小智。绝杀吗？慢的，可以。球把握住。OT OT。哇哇，很接近。还没结束，不知道。哇！哎呦！好，对方的，哎呦，一开始就开光，其实非常的危险。压力有大，压力有大，压力超大。两个三分结束游戏，中的话没有，是一个两分球，但是进了。两分先打。看两边中锋都很强哎、欸。哇！哎、欸，他晃倒就一定会出手哎、欸，他其实玩观察得很好哎、欸。他晃倒必出手哎、欸。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是想办法要去骗他说我这边会帮你。好猛哦，先到。看起来的动作是他的、啊。柠檬先到快封神了、啊，有被骗到了，踩到了，双踩干到了。哇，干三抢到！你还能抢？太过分了，是。他三抢到、欸，哎，他绕掉那个位置。没进。干师傅，这个也太会绕了吧！他各种绕开、欸，哇！哇！干他刚刚差点绕掉、欸，哎。我其实没有看清楚，因为干师傅超夸张的、欸。人叠在一起。哇，这个空位啊！没进。逼逼！是观众啊，小子！有你的事！我操！最后关键局，洗澡抓掉！哇！哇！刚刚那个空位没进，但还好心凉哎。小子，再来再来，这就是最强中锋吗？我也空位没进的。干！马上！哇！这是。
受不了你们了，我受不了你们了，给他这一个，我受不了你们了。有哎、欸，哇，哇，是一个没出字，看，这一把很激烈啊，老哥。哇，我在看超联冠军赛哦，我操！也是回进了一颗，稳抓出手还是很有手，对，每一回合最强中锋 VS 最强基本功。慢爆柠檬是都能反应的，这波姿势有，我相信姿势，我操！然后再机关机，好，在干嘛、啊？一个阵地阵两个，我这次慢爆也没爆到，但这个篮板不可能再给你了。转起来，哇，可惜。再次打拼，再次打拼，三十秒，一人一球，一人一球，一人一球。李萌手上有一颗机制，李萌怎么说？他那一颗好久没进了，啊，他一定会顶到进为止。有，可是他刚又挖了一下，所以导致第一个就会给跳。对。22-20，所以今天前面几场在干嘛？确实，一拍头，哇，他的连进两颗哦，18秒，一人一次机会，哇干，好像会再 OT 一次哎、欸。球权现在柠檬手上，怎么说？他把他卡一下，又有一个机制了。他刚刚那一球上完之后，又有机制吗？看一下，他要打绝杀，最后一秒，怎么出手？不想要差不多啊！知道了，他完全知道你想用投的，因为那个姿势走出去了，对你就是想用挡的，被毒到 PY 里了。哎、欸、哎，叠满了下面那个盘子，所以大盘子出现。对，波哥跳球，空位出手，波哥跳球啊！真的不能暂停。哇，完全变成是龙帝跟柠檬两个人在对火，没错。然后篮底下姿势也在辅助哦。然后本川在这边外面想办法得分，好激烈！是，哎呀，慢了。这个点还是好用，是越到这种双方都血脉膨胀的时候，就没有人是100%的了。但你有，我也有，一下换我，再次换蓝。啊！但是你有那个吗？有预祝大招，抓！啊！再顶，有技！现在完全不敢打里面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那边抓。先到了 King 哦！想要再完全没有办法出。大招的情况下打一下哦，本川大哥撞停了，但这个一卡刚成功就哇，本川，川哥的反应速度，看我看到的，你怎么判断到的？我操，神仙打架，神仙打架！哎、欸，有人在挖，我有好紧张哦！哇，没进，篮板球，哇，三分球没进，但是球。西太崩了，西太崩了，西太崩了！怎么说 ？B B， 绝杀局，绝杀人，我都到了！哇 ，B B， Oh my God， 来不绝对出不去，烂尾，抓球主攻，哇，靠，打成一比一平手。他是真的不想要进入攻框。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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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， 基本功还是很重要，老哥们。16分，还等是 V B 啊？16分啊，输给基本功啦。其实蛮顶的，他如果有办法这样单高到16分的话，有点意思。而且姿势其实给了很多的资源，对，小只的6个板跟4个助攻，好看，这把好看，超好看。这样团队变89，看你们知道姿势有多扯吗？我有特别记秒数，你们看那个1分20秒，我倒回去给你们看，超扯的，超级离谱的，1分20秒的时候，你们看那个姿势的绕卡位，超级夸张，你们看这边哦，那个鱼柱把它推烂哦，你们看那个赤木刚宪，这球他要被推烂的，你们看赤木这张，然后他这边也感觉要被推哦，你去看哦。鬼绕，阿奇杰把他绕走了，哇！就 MVP 了，当狗在虐啊！我组织进攻端边，我操！后倒立边，哇！讲到有补，他下一球好像也是用到的，我记得他也是用到的。没有时间讲那么多，大绝吗？还有大绝可以解决吗？推到一边了，有个大做一个。这一球，这球也要被撞的，然后姿势直接往下面往撇掉，有没有？他直接撇掉，他会去躲那个鱼柱。我记得他等一下会再躲一球。好，没进，有，应该下一球吧。这句话会很难受。他会去躲那个鱼柱的卡，我记得是下一球。转进去，骗了一下，不急着出手哦。
哇，但这边是有抓到你的快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左顺有点输哎，他两球控位，他至少球就是在，而且还是三分球控位。相信机制，相信知识。但知识这把真的太低了。对他有一球是绕开鱼柱，忘记是哪一球。有一球是把鱼柱绕开，超级夸张的。啊，等下一把上个厕所。是啊，太猛了，太猛了。花主播新的赖贴图正式。花主播第二组贴图已经开始贩售了，大家还不赶紧去购买16种新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详情请搜寻 CECOMBIER。